更换进水阀组件，需要的配件：进水阀组件、一字螺丝刀、十字劈头手电钻。你首先使用手电钻松开输水管卡箍，将卡箍向上移动，拔出输水管，使用手电钻拆开进水阀组件固定螺丝，力不大，侧放马桶，使用一字螺丝刀撬开进水阀下方取出进水阀组件，安装新的进水阀组件，使用手电钻固定进水阀组件两个固定螺丝，这个力度在8公斤，6到8公斤。手电钻电劈阻力6至8千克，装回输水管。锁回出水管管窟，进水阀组件安装完成。